小朋友上班喽，对吗？对。不想上班的意思是。还要食物饮料才能上班哦，先吃早餐。好了，出去了，快点，走，上班了，快点出来。进来，快点出去上班了，快点啦。哎，翘班，哦，去上班，上班，上班，你过来上班。怎么又进来了？啊，撒了一地，要舔干净，你给我舔干净。糖，快来。门口，哎，我抓到你了，去上班。一元都没吃，我都给一元，后面都给一元。爹，妈妈去换衣服，你要乖乖好不好？好，乖哦。踏踏猫动动热系列，为他们新准备的家。去上班，快点，跳，上班。我们去上班了，上班。哎呀，上班了。整天的工作就填满，耍漂亮，睡觉，抓木板，吃饭，没了。哎呦，要猫猫了是不是？是你上班还是我上班？你霸占人家整个空位。你已经准备睡觉了是吧？又想回去睡美容觉。哎，这种天气上班真的好累哦，对不对？花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客厅审视一切，纠察队，我们是安全纠察队。花生开始审视一切。Tiggy， 你看看你吃的，看这里，你看看你吃的，你怎么可以把姐姐的猫砂盆啃成这样？多可怜啊！这是日本 Iris 品牌，妈妈用两年了都没坏，就被咬坏了。妈妈，什么时候要组装好啊？我想吃。我想破坏。你的饭吃完了没？管我。你刚吃饭了没？一点点。我把药加进去，你有发现吗？怎么是药？傻眼，已经变猫跳台了。对。怎么样？猫跳台其实也不用买到这样那么多啦。不需要，纸箱就可以。纸箱就可以了。叠高高就可以了。通常吼，那种猫跳台都是妈妈怎么样，爽买啦。对，你故意做一个探险空间，把它做一个杂乱的方向，你就可以做一个猫跳台了。会吗？嗯。哎呦，想睡了，躺得太舒服。不是才刚起床吗？猫嘛，一放心，11点回到12点。经纪人工作除了回信，还帮他清理他的眼屎。我应该有4只手，2只手工作，2只手按摩他。工作室尽量别养猫，你真的没办法工作。请问你这样子，经纪人要怎么回信件？妈妈要怎么有工作？你要怎么有乖乖？我就问，忘记我就问，手好酸。养猫就会呈现这样子，效率杀手。没错，效率杀手。圆，红衣宝贝。你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水。哎呀呀！哈哈哈！水直接把它打掉。有没有让人写字？我就问。抽掉换衣服。哦，里面有什么呢？进去闯闯。我就说嘛，玩具明明在这儿，但他却钻里面。今日客满 ，SPA 中心客满哦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邀请函，长的嘛，因为那个是合约的嘛。对啊，就不用折了，如果太多的话。好长啊！不要，会画面会不见。哎呀，不可以打架，不可以打架。我当猫好不好？只有你可以在这个桌子上的意思是不是？啊，凶！直接被赶走的圆。好可怜哦，没有关系，妈妈咪摸，妈咪摸，哎呀，真可爱。好，
就是长这个样子。上半部呢是让他们玩乐的地方，下面的部分就是我们收纳的地方。拔地鼠，等一下再完整版分享给大家看。帮忙打字咯。你好你好，前面是 Mozy， 咕咕咕咕咕。我请问要寄几封信？你要一个个关起来是不是？那一只手帮他拍。啊，不要帮我播音乐啊，不要拔走啊，在那边啊，当机当机结束灾难。完成了，钻来钻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游戏区，然后这下面这个是猫砂盆，那个门打开，对，它会有附这个门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让它变成猫砂盆的话，就会变成柜子这样子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抽屉，这个抽屉就可以放一些猫咪的零食、啊。工作室呢，如果养猫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很萌。但是呢，效率杀手。没错，它会阻止你上班，没错，阻止你做任何事情，帮你删除所有东西。没错，他们就可以在客厅的时间，这样自己转来转去的时间就会更多了。没错，小黄金这个月底就要生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客厅呢，就是重新改造了一下，也不算改造，只是就清空，让空间变大。那之后会拍影片分享，就是我们买了哪些家具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实不实用？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处于实验阶段。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之前那个猫跳台是因为被 Tiki 咬爆了。对，没错，我那个撑的好好的两年实木，还是终究抵不过这只笨蠢哈。对，而且他会以为自己是猫，跳不上最高的，他就干脆全部咬烂。哎，你看，好可爱，这个头躺在这里，为了吃啊。对对对，好可爱哦！我们人类的杂物区，杂物区，对，比如说像身体的黏黏啊，那我会放在门口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出门嘛，然后就可以顺便黏一下，就黏一下。下面其实是可以放一些我们的室内拖鞋啦，只是我们要重新购买一批，因为我们室内拖鞋被咬烂了。对，谁咬烂的呢？它，这只咬烂的。Tiki， 它咬烂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脚的鞋子会是左右不同，对，左右不同。那客人来的话，两只右，两只左都可以。对啊，有些客人就没办法，只能打赤脚。下面这一柜呢，就是放猫咪的，还有狗狗的，对，就是他们的饲料跟就把他们本来放到厨房的拿出来放，这样我里面就可以摆多更多厨具。你看你后面，你看不能录影，因为怎样会分心？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拿食物，好吧？好好。我从洞口进去看那个猫咪，就觉得超级可爱。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在用这个洞口，你知道，互相对望。大多数时间就会在这边，然后自己玩乐，然后互相打架，这样追来追去的，打来打去。然后你就，我们偶尔就是工作差不多有一个休息时间，就会出来看看他们，就觉得好疗愈哦。我们给猫咪一个自己的空间，然后同时呢，也有我们自己的出入的空间。OK， 还想吃吗？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